个那个没有讲啊，就是安尼，把我哥你讲好呀，那老做来搞点面好啦，就是安尼，安搞点安尼，啊你把你的里面这些东西，好吧，有一天。叫苏菲动的。
有两地位有什么告别超限哈，那告别利益光哈，那那光不是关东边就是要不然来报道台湾机的，那比啊哦，报时啊刚刚做完呢，因为他们的熟客都在多思考推理逻辑思考，所以我很快嘛哈，那个所以我们那些这个告别哈还电梯啊哈，关机动静嘛。所以这些因材施教哈，我们还看对方当机者就是对方的哈，他也坚持哈，他重视还是他也重视的，啊是日常的啊，如一太一啊红天到底离气象哈，重视地步啊来讲哈，像我安尼你感觉是讲。佛经的讲法是讲吼，《华严经》咧讲吼，佛陀安尼作善行广播安尼，吼，安尼开悟吼，讲伊迄个菩提树下安尼上座啦吼，咧悟道。讲若要悟道，我要起来咧，安尼有法的心愿较切啦吼，安尼有切无？我开悟，我要起来，有阵时思维遐到危险的吼。哦，有危险性哦。讲若真正咧修啊，可能诸天菩萨保佑保佑哦。所以人会过嘛，哦，即达到太尊嘛，特别贵人咧哈，来来往往有啦哈。哦，啊，可以迄个无缘无缘是哦，即样子无缘，可以接接啦。哦，天地可以好，然后达到哦个修行咧。啊，无简单哦，也多明星哦，也有明星。教讲是讲要提供啦吼，黎明，黎明的时阵讲看到迄天空啦吼，迄个明亮的星，然后开悟的咧，哦，一般咱咧讲话讲到迄天空，哦，帮忙获得啊开悟，帮忙是即个个算最开悟啦吼，那一般讲话就是讲，哦，哎，读读的是看啦吼，明星悟道啦吼，那好不简单哦。即嘛，我要跟你讲呢，讲大地众生爱苦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爱因妄想执着，不能正一，哇，妄想执着，啊，害人不浅啊，啊，对，啊，做清净经，爱上老君说清净经。太上老君说清净经不够啊，用心所以不得，今得假为有无心，这是为应该是因为的为哦，因为的为哦，啊我看看你读经的时间印，啊印是一日思维的为啊，啊你以讲第一读起就无准啊你吼。到底自己有印度用台台语来读，来个示范啊！用心所念不得见，要念多些，为有无心，因为有无心啊！哎，哦，阿伯用听讲来，我是这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！啊，那为什么在讲啊？妄想就是因为。第六世执着的是第七世莫那世，啊，因为执着，啊，不过咱人话哩，就是讲有阵个道德礼仪、人伦规范，有迄个道德规范、法律规范，所以有一寡欲望无法度个，有一寡欲望无法度，未使讲，未使做，未使看，未使想，未使想。哦，啊，结果有执着嘛，吼，啊，就会欠我咧，欠你的第七世莫那世，啊，什么时阵我说出来？做梦的时阵，哎呦，好梦，刚才做一个梦的，惊去掉落来，无啥人在惊，哎呦，太棒了，就咧走过来，哎呦，来心足惊咧。当然看到你，我赶紧念了，故意是真经出来，大家都看到，我把人叫
竟然打开那两部已经经，哦，这把还贵死在我破的，所以讲我这把经念出来我有罪，哦，就快快老命，这贵死老爱吃，所以就必须要出来的哦，是因为我爱吃经啊吼，那一点莫那事的，一点也吃。去喜爱清净啊，清净的第三是边定性性与心无偏啊，吼，啊，那意性清净的第三，成所作智啊，吼，那么需要妙观察智哦，也要是那个清净是妙观察智，妙天观察智见的微功的吼，所以他不好的功也是见哦，是见到底是到底是见智归性归心见性。这个所在，我爱去研究看下，因为吼，我个个观念就是讲，个自信的见啊，这个网络个参考呢，网络个参考呢，自信见到底是好个歹，自信见到底是好个歹，哦，那你讲来讲讲，就明心见性是见主本性，见自己的本性。要讲哦，你以下是讲是见到了哈，其实哦，我应该是显现了，表露出来，流露出来，应该是讲本性流露出来啊那样哈，智慧流露出来那样，哦，所以哦，这点都在华严都有记录嘛，所以现在注意了哈，那因为还是我的接连的话，那开导了哈，那个高呢，谢谢。各位同学分享，啊，来，各位组长。